清明节呢，就是没有买到火车票，所以我就是坐，就是刚刚大家有看到嘛，就是坐飞机回来。然后因为真的是廉价，台湾观光可以观光的地方真的是太难买了，所以就对坐飞机。太久没有坐飞机了，好希望这个是往外海开，对，不是往本岛开。然后呢，我这次回来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清明廉价嘛，然后就是。时间大家都陪家人，然后我也会吃几个可能大家对台东蛮有兴趣的食物，或是一些可能我想去的地方。其实我很少回来，所以也算是放松。对，那就大概是这样，拜拜。大家，我刚刚本来想去买，就是台中这边我很喜欢吃的一个法式吐司，它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被就是观光客们就是广为人传，所以它还算好定，可是很多就是台中人很爱吃，所以我们都知道，对，但你们不一定知道。对，然后我还是不想要讲那家是哪一家的法式吐司，反正那家法式吐司真的是我目前为止我吃过就是最好吃的法式吐司，我个人，他的法式吐司不是走那种很 fancy 的那种路线啊，就是什么还有水果啊、奶油啊，没有，他就是法式吐司，让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。对，好，我讲一下，他就大陆来台东的话，有一家饭店叫做丸八饭店的法式吐司。然后它没有任何的招牌，也没有任何的菜单，就是上面有法式吐司，可是它的法式吐司很好吃，所以大家如果来可以打电话订一下。对，那我就是明天才能拿，因为他说今天那个，因为他们每天的配额的那个数目有限，然后好像买了吧，今天已经买了，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就台东人都知道，那就对，就是明天再吃给大家看。Let you go. I wouldn't be anywhere other than your heart to know. You give
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法式吐司，就昨天有预定，所以今天就有吃到。对，要淋，要淋，就淋。嗯，炼乳。对，台东的法式吐司加炼乳的。不要太多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吃一个晚餐，在叫做鱼彩，然后是台东这边蛮小知名的卖海鲜的日式料理店，第一次吃。请这边，不要下来。其实我主要是觉得它炼乳很好吃。I am.徐妈的，怎么徐？二二八的，音节忘记了。嗯，刚刚炒完就说好，剩下冷掉了。嗯，冷爆。但是它吐司的香气还是，它贵十块，蛮棒。出发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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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是精致度四分啦、啊，精致度四分，好吃度四分。可是如果被那个
稀释掉的话就三点。稀释，但是被金钱稀释了。不是，它那个量好少。我们两个人吃快2000块，然后。我大概6分饱，你呢？我刚刚已经吃吐司了，所以我现在还没感觉。所以就是钱被稀释掉了，好可惜。本来应该好吃度4分，我是给4分啦，可是一样价钱，对价钱跟量，以台东来讲稍微贵一点，然后稀释成3.5，但是是好吃的，它的海鲜是很新鲜，然后。生鱼片很甜，然后麻鱼饭很好吃。麻鱼饭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就是肯定要点。对，然后沙西米是好，沙西米是很新鲜、很甜的那一种。可是那个加纳，可是因为这个钱在外地会 OK， 可是在台东会觉得稍贵。加纳下巴是塞牙缝。哦，下巴真的太小了啦，下巴的它的鱼下巴比就是在台北点的还小。在牙缝真的蛮小的，我可以下巴还好，但是其他真的很好吃。大家我刚把法式吐司回烤了，一样好吃。吃一块点心吧。但是有个好吃，回烤就。